光明的道路，有我们祖先祖灵，还有一群相信支持的伙伴，不要害怕，往前走下去。
邦邦啊啊啊苦劳啊一出马可劳一苦嘎出呀不嘎唱爸爸啊呀一阿根阿根大德莫拉拉嘎嘎去啊嘎西尼巴叔叔大比多拉嘎哇，谢谢，感谢高仲杰，谢谢这个芭蕾团队呢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芭蕾呢先放下手上的乐器，我们过来这个主持区这边呢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刚才呢芭蕾这首歌曲有光明的道路，感觉是一首非常非常阳光的感觉，然后呢真让我们看见祖灵的力量啊。嗨，芭蕾你好，哎，小心线小心线哦。哎呦，今天这个穿得很帅呢，好，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嗨，芭蕾你好，大家好。哎，要问一下芭蕾哈，刚焦哥说你是这个今天的所有选手当中第一组上台表演的，老实说，你有没有紧张？紧张一点点，可是大部分是很兴奋。为什么很兴奋？因为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哦，然后跟一群就非常有才华，然后非常创意、非常创作非常厉害的原住民，还有其他语言的歌。的创作歌手在一起，我非常的兴奋。你明明就有点紧张，对不对？讲话比较紧张。讲话比较紧张，唱歌不会紧张啦。但是呢，我刚刚在后面跟焦哥一直端详说，哎，这个芭蕾的脸啊，长得好熟哦，长得好像很像王大陆嘛。啊？哎，对，我的。不过你真的是我们这个流行音乐大赛的常客，对不对？第二次参加。第二次参加。第二次进入决选。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你是几年参加，得到了什么样的奖励？2011年。2011年，当时你是首奖。耶！哎，各位，101年度原住民语组的首奖哎、最佳表演奖这样。今天有没有压力啊？今天，我不给自己压力，因为好好享受台上的感觉是最重要的。享受当下是最重要的。可是呢，芭蕾，你有成立那个脸书粉丝页，对不对？是啊，跟大家宣传一下嘛，有很多那精彩的表演可以来现场帮你加油哎。上网可以找芭蕾，这个名字，对，可以找得到我，马上。对 ，B A L A I。对，或是中文的巴士的巴，那姓氏的赖，巴黎的巴，巴黎的巴，巴黎的巴，赖皮的赖，赖皮的赖。好，对，你说的对。对，就可以找到这个芭蕾。所以呢，这个芭蕾，感谢你这个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喽。谢谢，我们给这个芭蕾的热情的掌声。谢谢芭蕾，谢谢你，谢谢。